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不逃走的鱼，木鱼儿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斗罗大陆》第三季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留言、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，咱们是再次去到那个魂兽森林，接连吸收了两个魂环吧，对吧？是的。然后我现在实力是魂斗罗，而且还开启了那个昊天锤另外一个霸道魂技，叫做四象十阵，可以直接把附近的魂兽吸到阵法里面，对他们造成伤害。厉害哟！那么咱们这期的话，先去一趟那个吧，去一趟极北之地。走。我过来了。极北之地下着雪啊。哇，好像有蝎子啊。小心点，哥哥。开玩笑。现在除了那个百万年的魂兽能够伤害我，其他的都是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Nice。行呢。哎，四象十阵。好，四象十阵可以搭配那个，搭配那个昊天真身跟那个什么，这个技能叫啥来着？看一下，跟大地之锤。不错哟。他们连线应该都挺低的。全都摧毁。这个76万年的，你可以吸收啊。都是79万年的，我都已经吸收满了。你现在是封号斗罗了。极限斗罗。OK。哥，极限斗罗就是封号斗罗的意思吗？对啊，你可以自定义封号了。这个应该也是79万年的，好像极北之地就只有蝎子这一种那个魂兽啊。哇！我这边看完不止。哇，他这个魂技，还在天上飞的。看一下。把他们吸到中间，那边太远了，吸不到了。你一放技能，大地都在震动。OK， 对吧？就只有那个蝎子跟天上飞的。我走了好远，它还是只有蝎子。这里这么一群，给我吸下来，吸到一个。走。估计极北之地这边他还没更新完成吧，应该是的。走，咱们继续回到那个魂兽森林去。好，去魂兽森林那个头上的那一片那个空岛。可以。看那个，看小地图。好，应该就在附近，在身后吧。走过去看。如果靠近了的话，它会在那个小地图上面显。哎，在我这。好，我过来了。
咱们先收集点方块吧，看从这里垫上去。我这边有一点方块。妈呀，终于上来了。这边好像是外围。咦，哇，有魂兽。是呀，还从这边垫过去。这边这边这边，我身上没方块了，都给你了。旁边有个什么东西，等一下。妈呀妈呀，不要被他打下去。还挺近的。哇，他粘性应该挺高的。看一下这边，哇，有个体积这么大的，可能是百万年的。我的妈呀，这里一大群，交给你了。那是黄金三头龙吗？你来控制，你来控制。四小时阵，昊天真真，应该是百万年的。很 nice 就四下十阵、还在吗？好像被打死了。那百万年的没看到了。先把这几只解决了。四下十阵，还有几只，快速度解决战斗。看刚刚有掉什么东西没？还有一点。个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、百万，是百万年的。我直接吸收应该是会失败的。他还掉了个魂骨。幸运女神降临吧！喝。没有降临。看一下这个魂骨，三眼金，哦，这应该不是他的，应该不是他的。这个也是百万年的吗？好家伙！快快快快，这些红环要消失了，我先把它。摧毁了，获得经验。快点，继续，垫上去干一下吗？都没那个，都没掉魂骨。我要哥，你看那些，哦，我吸收个79万年的，居然成功了。神经病啊！我现在血量，我现在血量3.38万，我这不才14000呀！你吸收魂环的年份太低了，它叠加的属性没这么高。你看这上面，哥哥，我是昊天斗罗，我是昊天斗罗。啥意思？然后切昊天斗罗，然后切换那个蓝银草的话是千手斗罗。我这是极限斗罗，我千手修罗。妈呀，这个名号跟唐三一毛一样的。好难过呀，为什么我这叫极限斗罗？我不是主角呗，没有主角光环呗。走，以咱们现在的实力可以横扫魂兽森林了，直接往下跳吧。好吧，就吧。魂兽森林的魂兽们，颤抖吧！
们颤不颤抖我不知道，你每次用这个技能我的屏幕都在颤抖。把雨关掉，好可惜，没有吸收，没有吸收成功那个百万年的魂环。你每次用这个技能我都动不了鼠标。看一下我升到，升到100级，血量会涨多少？嗯，四象十阵。撤回。也有100级了吗？还没有，97级。他过来这边，这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丛林树苗。哎，又掉了个魂骨。四象十阵。哎，用错技能了。好了。摧毁。这79万年。都魂环给的那个魂力有点跟不上了。是呀，这里还有，我来了，97级。这边小白呀、啊，这边也有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后面。四象十阵。99级了。加油。喂，这边。来了。哦，嗯，我现在也是极限斗罗了，他应该是99级，99级满了之后就变成极限斗罗。哦，就不能再往上升了是吗？对，看切换下蓝银草也是一样，极限斗罗。看一下我基础属性有多少，基础的攻击力有3922，防御力有4656，血量的话38455，生命恢复99，移动速度21.4。第九个魂技叫做乱披风，看一下。乱披风，看一下切换这个鸡吧。鸡技能，你笑啥笑？说鸡不说怕。看一下蓝银草的，蓝银草的是那个蓝银天青，蓝银天青龙之魂。手下留情，我来。嗯，你来。先看蓝燕草的，后面还有个那个树人。青龙之魂，哇！直接捆住他。树人，哇，那被那么远被秒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有没有听到龙吟？刚刚没有。那你过来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对对对，我过来了。好，冷却中，等一下。蓝银青龙之魂，啊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啊！哇，直接被秒杀！看一下昊天锤的，乱披风，哇！哇妈呀！几个人啊？直接召唤出多少个昊天真身？乱锤！是呀。妈呀！咱们可以转世了，现在转吧，等下期再转吧。嗯，好。这乱披风好帅啊！是呀，这太厉害了，不愧为霸道魂兽。哦，霸道魂环，哎，霸道武魂。
周围的魂兽呢？没有了。在你。放开，让我来。你、yeah。我失明了。你、yeah。哇，这边好多，这边好多。乱披风。哇，方圆百里的魂兽都被你打死了。召唤前面。刚刚召唤几个武魂真身？昊天真身？没数，最起码有三四个吧。蓝银青龙魂。你放这个技能的时候，我的镜头是没办法转动的，你知道吗？直接活活的把这魂兽锤死。是呀，而且带着我的镜头都没办法动，只能在那抖抖抖抖抖抖。来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